Leo 聊世界，天天都不行。大家好，我是 Leo。今天来看 Hera 1v2竞技场地图哦。好，那这场比赛呢，玩家呢是1250分，加上一位1489分的，两位的分数平均下来至少是1300，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为 Hera 再次挑战1300两位玩家。但这场地图非常特别哦，是这个竞技场地图哦。那竞技场地图呢，打法跟一般打法又不一样，你可以玩一些波西米亚或土耳其人，或是打一些长弓压制速地玩法，都是可以获得一些奇效的，或是打这个塔公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但不管怎么说，竞技场来说打法还是有很多大招可以开的， Hera 的防守可能也会更加吃力一点。好，我们可以看到 Hera 这边开局是选择了凶人。凶人的话，虽然好处不用盖房子，但是一开始有木头减100。那在竞技场的升级来说，中后期有经济还算不错，而且巨型投石机命中率也特别高，打阵地战也不会太差。他打的马弓路线跟游侠还是后期的主力哦。那至于凶人在竞技场有没有大招，我个人是觉得基本上是没有啊。他的大招顶多就是塔公公，或者是插宝压宝，然后出这个达拉汉骑兵头车压制，这种打法呢，就是别的文明也可以，不一定是要凶人。那不管怎么说，凶人这个打法算是比较悲催的，甚至没有什么太大杀伤力，防守起来也是相当好防。毕竟达拉汉骑兵出个僧侣或者投石车稍微反制基本上就可以守住了。好，那先来介绍一下波波人。那波波人呢，他的骆驼工兵是可以反制马弓单位的，对马弓额外增伤的效果。就算不打马弓，打一般的骑兵伤害也是特别高。那波波人的骑兵还有8折优惠，不管是出骆驼、骑士、骆马都有这个效果。那后期的人的波波人呢，都是打这个骑兵配骆驼工兵都作为主力。那波波人后期有火炮，所以打阵地战来说有一点优势在。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土耳其人。那土耳其人是在竞技场来说很常出现的文明尤其是这个土耳其宝推火枪兵，然后速生帝王巨头火炮压制这个迅速拆家里单 TC 的打法土耳其人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策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Hera 在凶人的时候竞技场会怎么玩。那这边看到 Hera 是先撒两片农田，先去采肉了。那这边聪明有8个人继续在补这个羊肉6个人吃果子，果子直接配到6个人。平常我们在打阿拉伯的时候，都是4个人吃果或5个人吃果就已经很多了。Hera 这边是选择了6个人，那这边6个人继续吃，然后补了一些木头，补到了6个人伐木。这边一出来就被两家的骆马给盯着跑，这就是一打二的痛苦永远不会有队友来帮你你只能自己耗子为之。要冲进去了吗？好，冲进来了，想卡一下，哇！结果绿色冲进去送一波。这里土耳其人还是有优势的这个骆马进来升到城堡时代还会自己升级，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对 Hero 来说有点危险好，封建时代变成5点伤害，待会再升一个城堡时代就变7点伤害好，这里直接下射箭场 ，Hera 有什么策略吗？这里好像是要直城射箭场配兵工厂，直接走马弓。OK， 这里赶快要来升级了。好，升级上去，土耳其人这边升级有挖石头吗？这时候石头才挖不知道来不来得及。5个人挖石头好像有点太慢了，待会这些吃完羊肉的人可能要全部去挖才可以但这边看来是没有打算去爆挖石头，反而是选择一个慢慢挖上去的策略。那这样没有办法一到人家门口就盖堡这一点的话会稍微有点小伤。好，那要是这几只村民都拿去挖石头的话，可能一到城堡时代还能马上下个城堡。好， Hera 这边是打马弓，但是马弓也只准备了2个射箭场，并不是3个射箭场，有可能还是要边出马弓，然后边走这个开农路线甚至这个连伐木场都补了下去了。好，这里土耳其人是选择了一个 3TC 开农没有打算走推堡路线，有可能 Hera 有禁止他们盖堡吗？不知道，可能也没有这是我个人猜测。
不然正常来说，土耳其人应该是要去盖堡，好压制点的。好，那对手没有这样做，黑老在前线补了一个工程器制造所、马工，然后加上投石车策略或是走冲车，好，都是可以比较适合开局的。那如果一开始走冲车的话，第二台工程器一定要走投石车，防止对方投石车偷打自己的冲车。好，第一台过来了，那这里马工要继续按，先不断马工，双射箭场的话，马工尽量不要断，毕竟马工是自己的主力哦。OK， 那现在 Hera 是单 TC 速攻战法，想要直接秒杀一家，这样待会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但土耳其人也挖出一根城堡，可以稍微防守一下了。好 ，Hera 这边还没有补投石车，是继续补马工。好，那这边进来就会看到，哇，里面有城堡了，哇，结果第二台还是按投石车。那这两台投石车能拆到城镇中心吗？好，这里是三 TC 开农。波波人是一个正常开农路线，似乎已经看到队友被深入进去了。好，后面补了一个市集，稍微可以买卖一下。好，那通车继续出，没有打算要转投石车。那投石车对手如果很有策略的话，这边应该要补一个工程器制造所，冲车基本上就不能这样子拆好拆满啊。但是1250分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这个绿色是几分啊？其实有点忘记了啊，他们的分数，哪个是1500，哪个是1200，有点看不太出来啊。好，那这边冲车继续按了第三台，哇，这个就神奇了，冲车直接不理啊，城镇中心对着后方的市集就是一顿输出。Hera 这边点下了品种，好，冲进去，这一波肉马抓到了一村，冲车继续顶，工程器制造所有没有想到，这个组合全出投石车就能解决，再不行再出个弩炮就可以了啊。好，这里的台冲车也是过来稍微顶一下，好，看来 TC 要不保了。哇，我的天 ，Hera 这边太残忍了，直接抓掉一个城镇中心。好，这里怎么是补射箭场呢？越看越奇怪。土耳其的玩家玩法思路不太正常啊。好，那波波人这边是有独特的单位啊，标枪骑兵。这个单位呢是骑马版的战矛兵啊，只有波波人可以用，而且是团队加成，所以他的队友也可以用啊。那标枪兵骑兵这个单位哦，是肉类造价也比较贵一点哦，比一般的正毛兵造价贵一些，但是可以吃得到品种，血量很多、哦，用来打这个战打对方马工是相当好的一个选项。好，那这边拆掉了一个城镇中心之后 ，Hera 没有想要继续进攻，反而是转往攻击的下方啊，波波人家里，冲车这边想要出来吧，只顶掉了一个城镇中心，可能是顾虑到这根城堡不太好解，所以选择了放弃。好 ，Hera 的前期进攻开始转成了三 TC 开农。好，这边进攻，看看波波人要怎么防守。那波波人这边资源量应该可以快要点帝王时代了。正常来说，26分钟左右应该是能点的，但是因为他已经出了太多的标枪骑兵了，现在肉非常缺乏。好 ，Hera 这边转出了一台投石车。这边宅子村民拉走，好，冲进来了，进来就会看到城堡等着你。投石车吃了半发，好 ，Hera 点下了弹道学跟挖金，土耳其也转出了标枪骑兵。OK， 标枪骑兵打马工确实好用啊，但遇到投石车还是要小心。好，波波人这边还在转农田科技，又偷了点的一个手推车啊，就是要农啊。土耳其人这边开始回农，三 TC 继续补下，重新在同个位置补下了四级啊，坚持就是要把四级盖在这个位置啊。那黑老这边在转农关系，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大规模的进攻，
只能稍微给对手一点压力，压力给一点点。啊，投石看到预判一下，哇，找到了一些伤害，但是土耳其人浑然不知自己被投石砸了一下，很努力的在控自己的村民，继续增加经济。好，波波人这边是点下了拇指环，拇指环开点，待会攻击速度也会上升，命中率也是。好，接下来看一下，现在 Hera 是75村打162村，两边都没有要输点帝王时代。 Hera 这边继续进攻，但是经济已经开始转偏拢了。好，这里打喷出来，投石车被点掉，哇，可惜啊，投石车最后没有办到做到任何事情。好，正面的洞被越打越大，土耳其家里开始补了马厩，可能是要转落马爆吗？好，帝王时代点下去， Hera 家里状况也没有太大的改变，食物慢慢稳浓，但伯伯人这时候还没有点帝王啊，这个资源还不是很够，补了一个挖机。好，帝王时代这时候可以点了，希望还要记得点。好，这边帝王时代大概慢了一分多钟。好， Hera 投石车开始往前，土耳其人家里把这个洞给补了起来。哇，这个投石车炸裂，刚刚才说即使是薄薄的标枪骑兵还是要小心投石车啊，砸了非常多的数量，看一下这三台砸了多少，21只，大约19只吧，有那个两只村民被打掉，哇靠，他把这一波砸去价值连城啊，算烂啊，不亏。好，继续兵临城下，后面补了两个马厩，骆驼工兵射弱弓，伤害非常高。好，这边偷点一下农田，投石车可以偷砸下城镇中心。好，帝王时代点下，直接转骑士。好，没有再转马弓，先点了一个化学一级弓。好，土耳其这边偷偷盖堡， Hera 也有看到，赶快把盖堡的村民往后拉。土耳其人这边点下帝王时代。好，标枪骑兵18只，21只，数量越来越多。好，标枪骑兵直接集结，先攻击了 Hera 的投石车，投石车第一时间倒下。这边骑士也是看慢慢损伤，后方的标枪骑兵数量太多， Hera 的马弓直接被包抄，完美拿下，但投石车还没有死光。还一发，又砸到了一些。OK， 最终 Hera 的马弓被瓦解掉，只剩下少量的八只。那接下来要面对两家的进攻， Hera 的黄金可能要先稳定起来。好，那 TC 没有再继续开下去，就是三 TC 慢慢浓。好，骑士直接把土耳其人的村民给吓跑。哎，这边村民怎么又回头了呢？哎呀，直接原地开打，不跑了啊，就让你砍死吧。哇，这几只村民死的好惨。好， Hera 这边应该是可以顺顺拿下这个城堡，最终后期就会陷入延长战了啊。好，游侠已经点下去，三级马凯也在提升了。现在土耳其人开始往外扩张，盖了一个新的城堡，把马厩也开始往外盖。土耳其人家里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做出很好的应对，赶快先盖一个城堡就去防守一下。那这里最好的打法还是出火炮，然后先把这个巨头解掉。那这些游侠跟马弓可能要转出骆驼来打，会比较好。
土耳其人也是可以出骆驼的，但是骆驼现在要打有点困难的样子，黄金跟肉可能要需要更多，现在只能靠队友了。但是现在伯伯队友在观战啊，看一下 Hera 怎么进攻队友。那现在的伯伯人的配兵组成、哦、也打不太赢游侠这个单位、啊、好，那现在城堡盖好，巨头架起来，这里火炮赶快。OK， 这里有开始有想法了。OK， 这里大量的标枪骑兵在吸引仇恨。哎，结果这个马弓怎么在打这个哨战呢？好，游侠冲了进来，所有的村民一顿输出。游侠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不怕你的城堡，一直往内飞。后面的标枪骑兵被追到有点头破血流，火枪兵再放出来，赶快击杀这些游侠。好，后方的伯伯，标枪骑兵加弱攻，被游侠打了回去。这里伯伯人怎么在按轻骑兵呢，而不是游侠？哇 ，Hera 这一波好像有机会拿了下来。好，这里城堡应该是守不住了。左边投火炮虽然没有出来，但是现在只要一出来、哦、也没有机会打到巨型投石机。然后这个城堡一掉，土耳其人就大难临头了，后方队友赶快来救。好，这一波轻骑兵过来，游侠往后救一下，开始转骆驼咯。好 ，Hera 这边把游侠集结点直接设在巨型投石机的位置，游侠就去里面冲了一波，抓了非常多的村民。后方的马弓也是被抓到，只剩下没剩多少只。好，这一波游侠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伯伯人终于转出了骆驼。骆驼一出来，战场情势可能有所改变。这个骆驼应该能够拯救世界。Hera 再继续转出游侠的话，可能会被打到头破血流。这里最好是转出枪兵或者是马弓路线哦。那马弓的话，对骆驼来说还是比较具有优势一点的，但是马弓要拉得好也是不太容易，有点枪兵在前面挡还是比较轻松一点哈。好，中间补下了大量的军营。Hera 的游侠都被逼走了，但是土耳其人家里已经是一片狼藉啊。只剩下左边有村民19只。好，这里游侠还在努力输出。伯伯人这边有波多线投到了后方 Hera 的村民， Hera 这边也是及时收村，但还是死了蛮多只的村民的。好，这里看到游侠过来，洛光直接走到城中心里绕干走掉。好，上方的游侠又撞到了对方的大量骆驼阵。好，枪兵已经开始慢慢升级上去，但是600金暂时 Hera 没有啊。骆驼现在到处绕。好，最后里面还有少量的游侠继续骚扰着土耳其人。好，骑兵补了下去，黄金投资终于把枪兵这个防线给补了起来。好，上方的骆驼应该是解得掉游侠，游侠的问题上方终于结束了。Hera家里开始被多线，伯伯人的多线进攻开始做到了一点效果，抓掉几只村民，但是枪兵加游侠还是顺利守住了。好，这里想要盖堡，但是伯伯人好像没有盖起来的样子，遇到大量枪兵选择了撤退。伯伯人这边最好的打法就是骆驼加上弱攻哦，就可以完全吊打匈人这边的配兵。好，Hera这边有大动作，
这里也补了一根城堡。哇，这边马的量有点多啊。是吧，这边能够成功用长兵守住这一波进攻啊。好，这边长兵赶快救一下，这边把城堡盖好，往后伐木。好，这波打完之后，土耳其人上方又有动静了，黑拉又拉了几只游侠过来解救一下挖石头村民。这里土耳其人本来想要盖堡，但没有盖，选择了取消。黑拉这面好像没有碰好的关系，把所有的兵全部送掉了，这边要稍微退一下。但是枪兵我觉得送的不错啊，这个枪兵往前送就是赚。好，直接点掉了一台巨型投石机，后面的巨型投石机可能还要再量产一下。目前 Hera 要先赶快打包一家会比较好，但如果全面太过于进攻波波人啊，土耳其人的话或波波人都有可能被另外一边给反杀回来啊。好，看来竞技场还是难度比较高啊。好，但是 Hera 没有把左边这个城门给堵起来，但就算堵的话，对手真的要出来也可以直接第一墙出来就是了。如果真的要围的话，还是要赶快把这个门口给堵住才行。好，这里挖金矿， Hera 的村民数已经剩下130村，全产枪兵跟游侠。好，经济上面 Hera 的资源量已经来到了紧绷，罗伯人这边还有蛮多的资源，黄金甚至还有500多块，石料还有1000多。 Hera 这边只剩下150块黄金。好，后方又一个多线，波波人这边进攻并没有把自己的马厩全部取消掉，这边有一个互打。好， Hera 的巨型投石机还没有办法出来，但是城堡还是被压制的状态。好，游戏时间来到了52分钟， Hera 还是没有办法把波波给拿下，这边终于要转向进攻，赶快打掉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的领地全部都跟接手土耳其人的黄金，这里可能是会更好的选项。好，下方又一波大的落马又冲了进来，家里的村民能扛得住吗？哦，这个火炮还射不到巨型投石机。好，后方的位置，大罗马已经占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Hera 村民数有所下降。上方的黄金也成功夺了回去， Hera 的黄金岌岌可危啊，黄金已经归零了，村民数也只剩下92村，这一波游侠会是关键吗？这一场波波人打得非常的坚挺，居然把 Hera 给打了回去，有供应啊，这个波波人感觉波波人比较像是1500的玩家啊。好，但这一波挖黄金的村民被抓掉，这波多线 Hera 还是受到了一些伤害。骆驼，土耳其人补下骆驼升级，终于发现自己有骆驼可以用吗？好，但这边四百提升一级马凯。好，家里的问题用枪兵作为解决，经济上来说还是 Hera 暂时领先与红色。而 Hera 这边肯定快没有黄金，要反击回去相当困难。好，这边想要直接用巨型投石机打破城门。OK， 打破，赶快冲！但是后面又马上补了一个新的城门进来。
哇，第一时间没有把自己的巨型投石机打破，然后冲由下往前冲，有点可惜。好，现在加重问题，就是派枪兵去防守。我不管这边在步步推进，这边放了非常多的骆驼。好 ，Hera 的游侠队全部收在城堡里面，这是 Hera 的最后希望。好，火炮这边做到了事情，拆掉了一台巨型投石机。好，这里想要点掉火炮，点掉了一台，还不错啊，一台剩下一滴血啊，这个 30% 的命中率，好像有机会，最后一台打不掉。Hera 这边又兵力城下，巨型投石机还没有加起来吗？ Hera 的巨头只剩下一台，城堡血量再次修了回来。好 ，Hera 村民数只剩下115村，村民数补回来了，到了120左右， 116。但家里也不敢补太多村民，等等又被这些肉蛮给骚扰到。好，这些大主力在等 Hera 的游侠出关。好，这一波交战之后 ，Hera 要进攻好像变得很困难。黄金已经开始没有了，土耳其人这边也是哦，但土耳其人这边是可以开始跑贸易的。但 Hera 没有队友，所以黄金只要一断，基本上就是只能靠垃圾兵了，剩食物跟木材可以用啊。好，这边第一时间把巨型投石机给拿下，枪兵直接往前正面戳，想要戳掉伯伯这一团的主力，但是骆驼直接绕背想要抓游侠，但枪兵又再次往回防守。 Hera 这边的控兵控得相当好，骆驼直接正面溢上大量枪兵，但是骆驼死伤速度有点快，伯伯人瞬间把这兵给往回了。这时候土耳其人从上方开始用火炮进攻，只要能打破这根城堡，这些铁就要大难临头了。好，游侠赶快回来救一下。正面部分用枪兵去戳，戳掉了非常多的血量。好，这些骆驼工兵最后吃掉了骑兵，火枪兵直接走到农田里。土耳其火枪兵是精锐的吗？还不是。哇，尴尬了，伤害有点差。好，土耳其火炮在后面想要偷抓，但是被游侠直接往上贴脸。看起来绿色是1250分的玩家。好，波波人这边再次往前进攻， Hera 家里准备 BBQ， 只剩下垃圾兵可以用。这里要转马弓的话啊，转这个战矛兵的话也很难转啊。三级射也没点，还有这个二级弓箭甲。那这个弓箭甲有没有点好像也不是太重要了，全出枪兵感觉更有用。好，这边肉马开始往左右分推，肉马终于也升级了上去。 Hera 在这时候还没有放弃。好，下方的枪兵赶快往回拉一下，现在家里一阵骚扰，巨型投石机又重新架了起来。看来世界冠军等级的选手用匈奴想要打一打二还是有点困难的、
波波人这里应该是稳了，虽然波波人的黄金也是归零，但黑罗要同时应付两家，压力还是有点大。好，下方这里直接冲了进来，这里有带少量的骆驼工兵，枪兵再次往里面深入救援一下。好，骆驼工兵一个多线，这面的巨头被火炮打掉了。Hira 这边打出了狙击，我们恭喜1250分跟1489分的玩家拿下比赛胜利。哇，这个1300联盟最后还是拿下了游戏比赛啊。Hera 这一波进攻出行那一攻应该是可以直接拿下绿色的，但是 Hera 有可能是顾虑如果再继续打下去经济可能没有办法农上去了，所以选择了 3TC 回农。回农结果就是没有继续进攻绿色啊，结果那红色也没有很好杀进去，结果被对手的这个标枪骑兵给反杀回去了。后期转出游侠，但是对方有大量骆驼，两边都有骆驼的情况，游侠能做到事情就真的不多了。即使转出的枪兵也吃苟延残喘，毕竟后期两位还是可以偷跑一下贸易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那经济的部分是由波波人拿下资源上胜利，哇，肉赢的赚到53,000啊，那赢了6000-7000左右资源啊。那黑软的资源总量还是算很多的。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订阅，我们就下次见咯，各位拜拜。